刀郎他不具备审美观点。假如刀郎去参加好声音，这几位导师会转身吗？你离开以后，从此就丢了温柔，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呼啸依旧，一眼望不到边，风似刀割我的脸，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，不厌这苍茫的高原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。